我们应该学会变通。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好了。嗯，感谢理解。嗯，就这样。你怎么又在这儿喝酒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人吗？嗯，我自己一个人。来，跟我喝酒，我给你倒。你喝多了吧？我喝什么？我不喝。哎，没了呢。你先放下，你听我说。说什么？我来是给你一个好消息的。什么好消息？我给上面申请了，打算给你升职，怎么样？这个算不算好消息？升职？对呀。你觉得升职会令我开心？这你不高兴吗？梅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？